太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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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蒋玉阁玉玺信号，是拳头。夫人，这是婚书，这是大婚当天你用来刺杀主上的匕首，这是剧毒，用来涂在匕首上的。还有这个石榴酒，里边下了情药。等等等等，我给他下这种药做什么？当然是弄死他呀。 哦，对了，夫人，你可还记得这个？哎，这个也是我弄的。哦，这个不是，只不过这个伤是因为你而引起的。小芝，